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兴和节的思思。现在我带大家来到就是肇庆端州的一个东湖公园。大家可以看看东湖公园是不是景色很优美呢？因为其实这个东湖公园呢，其实是东区新区的一个东桥湖公园来的。其实它倚着旁边呢都会起到很多楼盘的，这些楼盘呢都是新区的新楼盘，而且呢是很受市民的追捧的。那你看回这里环境呢，今天我带大家呢主要是感受一下新肇庆的新区的位置和那个景观。那大家如果是香港的朋友仔呢，买了我们新区那边的楼盘呢，其实来到这里来游玩呢，其实都是开车，我自己揸车是15分钟左右是到了的了。因为这边呢包括它整个景观啦，同埋嗰个生态自然湖景啦，是湖光十色，是很舒服的。咁其实呢这边呢会做咗好多凉亭啦，同埋它倚住呢个湖面上面做咗好多呢啲咁嘅弯弯曲曲嘅好多好有特色嘅，都係有岭南风情嘅嗰、那个湖堤啦。咁我哋一边行一边去游玩一下，慢慢去感受一下佢呢个岭南风情嘅东湖公园。咁咧，我哋慢慢咁去感受一下呢啲咁样岭南特色嘅园林设计吓，包括佢而家咧呢啲咁样有木色嘅嗰个围栏，衬住呢啲咁啊连廊吓，应该讲连廊嚟噶啦。咁大家睇到呢边咧会有一个好有苏州园林嘅一个凉亭吓，我哋行过去感受一下。其实在这里我们平时看到有旁边这些很多人在这里垂钓，即是在这里钓鱼。其实应该是不准的，但是有些人都会偷偷在这里钓鱼，其实都挺舒服的。这里住在这里我们可以好像这边那样可以踩单车啦，吃这附近住的人都喜欢在这里散步啦。同埋甚至啦，喺呢啲我哋呢旁边有好多个绿化带，同埋有啲小山丘啊，好多家庭咧周末嗰时都会过嚟呢度露营啊，可能喺度煮下咖啡啊，同埋倾下偈啊，亲子活动啊，呢啲就系最受欢迎噶啦。咁呢个凉亭咧，其实咧好有特色嗬，其实提供俾大家咧，可以喺呢度坐下休息下。甚至下避下暑，好大太阳啊！嗱，我哋咁样睇翻佢真系好舒服啊！所以我觉得喺生活喺肇庆嘅人咧，我觉得真系好幸福，因为咧肇庆一个珊瑚城市嗬，即系肇庆人嘅咧就除，但系佢除咗珊瑚城市，佢咧仲会结合埋咧嗰啲好繁华嘅购物广场啦，其实它是繁华都市啦，再加上这些稀缺的生态资源的结合成一个城市。在这里生活的人呢，他压力没那么大，生活成本又比较低，所以在这里的人普遍你会觉得他很幸福的。我们走过这边凉亭呢，我们朝着这个方向看看，因为这边连接到好像有一个小岛这样的。看今天天气很漂亮，真是蓝天白云，现在太阳就会很充足的。小飞机是要玩吗？还跟那些玩吗？还是跟外婆回家？其实平时周末呢度都系好多人噶，因为咧呢度附近住咗好多本地嘅居民咯，嗬。咁如果我哋咧系香港嘅朋友咧，喺鼎湖啊或者新区啊，或甚至喺呢度如果有购买房嘅人咧，翻嚟呢度住咧，其实你睇随时都享受到呢啲咁靓嘅自然景观嘅。在这边很多小朋友，老人家或者是父母带小朋友过来，这些这边荡下秋千啊，很舒服的，因为这里呢绿树成荫，这里比较凉爽一点，就不会那么晒，所以呢特别是多小朋友啊，多老人家啊，在这里游玩的，因为这配多一个很得意的秋千啊，其实大人都可以在这里玩的。咁佢呢個湖咧，其實好大嘅嚇，佢整個形狀咧，就係應該係一個橢圓形嘅，即係咁樣係橢圓形，係咁樣分布嘅，連接到嗰邊嘅過境公路啦嚇。呢一片區咧都係住宅區嚟嘅，咁呢一片嗱睇翻個湖一直係連到嗰邊係恆月城嗰邊個大嘅湖中心啦，肉眼睇咧其實都係好大好舒服嘅。
咁咧，你話平時咧？我哋喺呢度居住啊，或者喺新區嗰邊過嚟咧，一個咧時間其實係好方便，時間其實唔長嘅，大概係20到30分鐘。咁咧其實工具嗰個交通工具又好方便啦嚇。咁過嚟呢度咧，我哋可以遊玩呢啲咁風景如畫嘅山水。咁另外咧，我哋又可以到周邊嗰啲酒家啊，或者係農莊啊，或者係一啲產業園啊。可以好有特色嘅產園啊，喺度食飯啦、遊玩啦，或者行街啦，或者睇戲都可以嘅。因為呢邊仲有一個配套一個咧，就好近嘅好出名東區，等於係東區嘅 CDB 一個購物廣場，叫做敏捷城啦。咁我哋遲啲可以帶大家去感受一下。OK， 咁我哋行都應該係大半圈咯，嗬。一路都睇到咧，啲風景都係好靚。咁甚至你睇到咧，有好多人啦，都喺呢度休息啊、露營啊，嚇大家見到啊。仲有見到咧，你見到而家呢個時候咧，應該係淋花時候。佢而家呢啲設備都係好先進嘅嚇，都係啲自動淋花系統係咁樣淋得啦，唔需要人工噶啦。所以而家真係各方面嘅科技都係好發達嘅，所以真係我覺得很舒服在這裡住。然之後就睇到咧，因為而家下晝可能陽光比較大嚇，温度又比較熱噶啦，所以啲人咧會逐漸會冇咁多人行啦。啊，就算過嚟行咧，好似呢位小姐咁，佢擔遮啊咁樣。咁我哋喺呢一邊咁樣一直兜過嚟咧，已經行咗大半圈啦嗬。咁你而家現時睇到咧，都見到而家真係開始噴灑嗰啲植物啦咁樣嗬。哇，呢個噴得特別高，好似個噴泉咁樣嚇。咁咧就總嘅嚟講咧，比較感覺咧呢度咧就係一個環境好舒服啦，空氣好清新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整個生活就喺呢個咁嘅風景如畫當中，就好似我哋生活喺山水畫當中。好啦，咁我哋行一圈嗰個東湖公園落嚟咧，其實比較感受咧就係好舒服嘅。一個啦，佢個珊瑚啊，同埋小橋流水啊，好似一個詩畫咁樣。咁我哋行呢度咧，就好似生活喺詩畫當中咁樣。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咧？大灣區置業首選興和外做一間專業嘅物業代理公司，已經幫助咗數萬位業主喺大灣區順利置業，同時同數百間知名房企有深度合作，為客户爭取最大嘅購房優惠同埋最優質嘅房源。而家推出一站式十大服務，興和置業免費樓盤諮詢服務，耐心為你解答疑問，提供最新嘅樓市政策同埋樓盤資訊，一對一睇樓，現時講解，打造於專屬於你嘅投資方案，幫助你喺大灣區安心置業。興和置業免費專車接送服務，無論晴天定係雨天，無論香港定係內地，只要你需要，我哋就會第一時間出現喺你身邊，為你提供最舒適嘅睇樓環境。興和置業專業購房分析服務，根據你嘅實際情況，度身打造最合適嘅購房計劃，協助你買到心儀嘅灣區物業。興和置業銀行按揭服務，預約銀行經理全程陪同按揭流程，協助辦理按揭手續，跟進按揭嘅最新動態，直接到銀行批款。興和置業免費嘅收樓驗樓服務，為業主提供專業嘅驗樓師上門，每個細節都會檢查清楚，不遺漏，全程監督二次驗樓，合格先收樓，令你放心住新屋。興和置業專人協助手續辦理服務，包括樓宇買賣合同簽署、資金安全支付，提供律師公證、專業法律諮詢，代跑銀行同埋政府部門協助房產證直接到手，全程為你保駕護航，安心置業。興和置業專業裝修服務，室內裝修設計，度身訂造裝修方案，全屋家私家電定制 ，VR 效果展現，一站式解決你嘅裝修煩惱，為你慳時慳心，實力品牌，質量保證。興和置業專業家居服務，為每一位業主提供家居清潔、家居保險、僱傭服務、甲醛測量，令你享受灣區生活便利，無憂入住。興和置業高效租售服務，用最快速度幫助業主放租放售，用最負責任態度進行租務管理，跟進物業抵押等，令業主在香港可以安心管理物業，安心匯款服務，合法安全匯款途徑，解決匯款問題，令你的資金更有保障。興和置業終身 VIP 服務，享受大灣區所有樓盤折扣券，享受誰叫誰到置業服務，享受老大新推薦攞大禮。想喺大灣區置業嘅朋友們可以隨時聯繫我哋，地址係香港荔枝角長裕街定豐中心5樓08室，珠海寶瑞區富力優派廣場，肇慶市東站 L201上鐵站。
置业大湾区首选兴和，兴和置业用心为你服务。